走。甩三下灯就亮，盖子一拉变杯子，立体按钮其实是照明。我们现在四分之一的营业额是来自台湾完全没有任何人在卖的东西。全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一个华人市场，当很多不错的产品他们在欧美市场已经成熟的时候，他们势必是要更跨过更多的方式去 push 他们的产品。背着独木舟说走就走，能像折纸一样收纳或展开，即使一艘要价四五万，网站卖得吓吓叫。有些东西在其他地方是买不到，只有在我们这边看得到。那其实这样子的价值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外采购，去国外的一些比如说像募资网站去看到，去搜寻到，去嗅到，那这样子一个趋势跟一个产品的风向。